鹿晗与黄子韬同时出自韩国偶像天团 EXO， 两人都在合同到期后选择回国发展，如今各有建树，也都拥有超高的人气。自从鹿晗公开在微博为黄子韬庆生后，两人似乎打破魔咒一般频频互动。日前鹿晗晒出了帅照，黄子韬也留言夸赞他很帅气。近日鹿晗的新专辑上线，黄子韬分享了鹿晗的新歌《卖力》替好友宣传，还跟着一起唱了起来。之后鹿晗也回复黄子韬，两人的互动十分的可爱有趣。网友粉丝们在看到后纷纷表示，希望两人的友谊天长地久。